好，我是 Yuki， 今天很荣幸能够跟 Ariston 一起做一个简单的聊天的节目这样子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riston， 我是九年级就先到多伦多加拿大，然后一直读书读到大学毕业。我是在2016年到英国的，对，我是在台湾念完大学之后才到英国念硕士。在英国念完硕士之后，2018年成立了 Mandarin Go， 幼儿教育跟华语教学的一个海外华语教学的品牌。对，你在台湾有学到某一个阶段？八年级到台湾的八年级，到八年级是到中学吗？到国中一年级，对，国中一年级。又到了海外，就是这样的成长经历，对你来说有什么样的不同跟帮助？你发现台湾的教育啊，跟加拿大的教育之间有什么样的不一样？我们另外也有在做一个影片，然后也在介绍我创立 Mandarin Go 的一些点点滴滴，也可以到我们的平台去观赏我们的 YouTube 连结。今天很感谢能够邀请到 Ariston， 然后跟我们一起做一个简单的聊天，开心今天大家的时间，那我们有机会就下次见咯。好哦，拜拜，谢谢，拜拜。